哇，你设计的那里非常漂亮。 公斤一般是牛的500，啊，但是呢，最品质较好，吼、哦，要出价人会当来先看卖黄金，吼、哦，好来，来人画一下，来，5000，哇，谢谢大家，来，多谢多谢。那么今年呢，我的观察有三大特色，第一呢，就是爱感谢天公伯啊，吼、哦，咱今年当然是算。 丰年啊，所以各种的农产品拢丰收，所以咧，咱满道的温达嘛不离外，咱拢共有1000公顷啦吼，公顷吼，土地种满道温达的这个面积，差不多就1000公顷左右。那么咱的产量呢，差不多是28000公吨，吼，28000公吨，然后恭喜农民。 那么第二呢，今年的活动哇，足闹热，足闹热，品质是全台湾上好的啦，你讲对不对？是，哦，啊，所以安尼，咱大家共同来拍拼一个目标，什么目标？我想大家拢想会到，哦，甲销售一空啦，互咱农民得上大利益，安尼好唔好？